二七二八好糊涂。好，我给你剪吧。来，谢谢。咋看你头上这茬那朵不顺眼了？胡子得剪一下，尤其下面那种都黄了。那这个设计的就不合理。不是，人家不是让你从这儿过来。人家让你。本来年纪不大，非得把自己搞这么老。坐下来，快，到你了。要不你旁边两边让多多阿姨帮你推一下嘛。对，都得推一下。万一我手抖推缺怎么办？没事，赔50就好。赔50。我就让阿姨这里给你推两下。快点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，快点。先踢吧。踢的，帅的。真的，自己。快点，快点。没事，不会的，你看看。跑是跑不掉的，踢得多好！跑是跑不掉的，快点！对，跑是跑不掉的。那你这里太长了，推两下就好了，过来。推不推？推。不推收了，快点。快点过来。那你这样子好丑的，都不帅啦。对，这样子太丑了。快来，快来帮帮你。朵朵阿姨可厉害了。你不太相信周老阿姨手艺了吧？没事，他会给你赔50的。赶鸭子上架了，妈妈陪你坐。坐坐坐，好了，坐好了。妈妈在的，妈妈在的。可以推光吗？不要，就是推推光。推光怎么推啊？耳朵这里不是有点长吗？啊。我这一推就这么短嘞，不要那么短，有层次的。哦，那层次我推不了，就斜上的这样子。层次我不会推。那不是就是这里，给它推一刀就行了。那你来。那你来。我不会呀、啊。我也不会啊，那层次我只会一推。我只会直上弹冰。他以前是怎么剪的吗？应该就是拿这里推成这样的，这里耳朵这边太长了，把它修一下。那拿剪刀剪好了。怎么跳我身上了？拿剪刀剪。你就这给它修一点。这个别动啊，别动啊，耳朵没了啊。嗯，这样反过来。嗯，这样反过来。对对对。嗯，哥，你这样。他六个了，要看六个可以。完了，绝了。不要笑，等会要哭。别笑，别笑，没事没事没事，好看好看。有救的，你来，我松一点手。不要笑。你别动啊！没有。明天呢，胖子小姐姐是不跟你玩的。耳朵到时候掉了。你是觉得这个地方杵着耳朵了是吧？你这样摔。嗯，真乖，小明真乖。想吃了吗？有包包呀？有包包吗？哎，可以。哎，真厉害！过来嘛，不要下来，你又不来，来，不来我走了。来，我姐刚刚给肉哥剃完头，让肉哥帮佳明剃的。肉哥剃这个剃的。你儿子说，师傅老兄呢？师傅什么？师傅什么？再说一遍。我天哪！师傅，来，你到我二腿上来，咔嚓，咔过来，嗯，来，来对，
拿把梳子吗？屁股在那儿，那边搭什么？可以了吗？得上了吗？可以了吗？等一下。等等，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！还没好呢。别动，等你。一会儿掉身上痒。田秀哥，肉哥上梳子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哟，肉哥可以呀、啊！你不要剪到他耳朵里。拿点。谢谢啦！你谢谢谁？谢谢你的肉掰了，啊、谢谢你头小麦。好、哦，回来，叔叔收拾好，家里边这些衣服了，然后我呢准备给小浪浪我们洗个澡，好不好？浪浪浪，你今天洗个澡啊，洗个澡，好过年，好不好？啊，叔叔已经把我们过年的这些东西装饰的东西拉出来了，一会儿还得装饰我们的房车，先给浪浪把这个垫上，来吧，我们的这个吹风，它的小鸡毛巾拿进去，啊，开始给它洗澡啊！哎，叫屁叫，这不是来了吗？啊，你的末日也随之到来。噩梦，啊，洗个澡啊，洗个澡过大年，好吧？把水温给你调好了，好了，洗澡过大年，好了。这就洗好了，哎呦呦，站稳站稳站稳，站稳，别动别动，站稳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小鸡毛巾给你擦一下，擦一下狗头，擦一下狗身子。好，总算是搞定了，给我热死了，在里边还没不敢给他开那个换气扇。哎，在这里哆嗦，在这里冷了。哎呦我去！你自己来吧，你自己来吧，使劲，快！哎呦，快点！哎呦，哎呦，擦得好，擦得好！哎呦，厉害厉害厉害！哎呦，厉害厉害！哎呦我去，好累。来，继续，没有擦干呢。继续擦干，继续擦干。哎呀去！哎，一边去打开。好、哦，给它吹了个半干。那、啊、现在给它梳梳毛。这天气它自己跑一跑就应该是干了，先梳一下啊，吹个半干。哎呦呦呦，痛痛痛，是不是？别怕嘛，别怕嘛，不痛的啊，这个梳子哪痛，你这一天天的搞得像我虐待你一样啊，别人不知道还以为我在虐待你呢啊。别动啊，别动，别那么小气啊，别那么娇气啊。哎，就这样吧，我等它自己跑干了之后再给它梳一下毛。给我累的呀，给我累的呀。拿一坨腊肉出来，这个是肉哥妈妈给我们寄的腊肉，等会儿炒笋子。我们特意挑了一个稍微肥一点的，嘿嘿，让它化一下。先去弄菜，切菜，开始备菜中。
哥给我在切肉呢。嗯，絮絮叨叨，絮絮叨叨。这水平还是可以的啊。可以可以，切的挺非常漂亮，比我切的好，我觉得。是吗？真的。哎呀，你这么一说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以后你就切肉吧。行。慢点慢点的，这个时候你就哎，没，平着切。这样。把哎，翻过来翻过来。这样。不是不是，就这样切。啊、这样切了。不是，把它倒过来。倒过来。倒过来，哎，切小块就行了。啊、哎，对了，这样你手就不容易受伤了。那就这样。切碎切碎了都没事的。好，洗了个头出来了。啊，现在周卓准备起锅烧牛。这是什么？兔子肉。兔子肉啊。嗯。兔兔这么可爱，我们干嘛要吃兔兔？那你千万不吃，你要是动了一筷子，老子就两个脚。嘿嘿嘿，皮扯扯这个样子。一个任务，抄秋葵。这个任务还可以，冷水抄，热水抄。我可以来了，把它煮熟。这个东西容易一拉就断。那就。那就热水炒吧。好，开了，开始焯秋葵。秋葵放了，下锅，给它焯熟了。哥哥，哎，他在煮的时候你别霍霍，你拿那个盆，嗯。下面的那个盆去接一点我们喝的水，啊，然后焯了以后那个要挤一下是吧？对，我知道就。好了，这就应该捞趴不裂了，然后给它捞出来。这个是我们喝的纯净水，放到这个水里边凉一下。时间过得好快，就为了看一下证据。哎呀妈呀，看一个。好，可以。其实这几天就弱女弱线的太大。不过交给你的任务。然后把它OK， 秋葵搞定，是搞的这个腊肉可以啊，香不香？肥瘦相间的，嗯，香不香？好香，好香啊！嗯，我现在去给周卓摘这个，给周卓摘辣椒，干辣椒要多少？小半碗。小半碗。好嘞。找个小碗。我穿了呀。妈妈。就用剪刀剪就行了，这要不了那么多辣椒吧？来，各位，安葵，放进去了。哎，安葵，放吗？对，直接就行。嗯。OK。换一个锅当裤，整个人好香啊，香啊，哦，太香了，这个啥子？嗯，对，就是把油啊，多余的油又炒出来那些，特别爽。来，你要找二十岁小妹子，好，炒一下，炒一下，这个真的。出锅，我来。出锅，这一大锅腊肉老爽了。我刚刚尝了一筷子，超级香，特别的好吃。下饭吗？感觉？嗯，特别下饭。然后这个笋子特别脆，吃起来老特别好吃。嗯，你抬着。嗯。我来给他，你转过来，转过来，对。塞拉一直在等你掉了一坨肉在这。塞拉别等了，等不到的。
好。你早上多去洗过。嗯。哇，这一盘肉老爽了。三个。哇，超级香！我刚刚尝了一坨。啊，这是我切的。超级好吃。是我。腊肉吗？对呀、啊，我切的。嗯、你看这刀工咋样？可以。来、哎，哎呦，嗯，这个。嗯，这个豁开了啊，那个芥末，嗯，应该是的吧。你啊啊的也没你能吃的。嗯。喂。好香。喂。吃完饭了之后，他们还在喝酒，然后我们拿出了我们的地萝卜。地瓜已经剥好了，哎，剥好了，这样子剥，来，你看你吃的苹果，我们吃的是蔓青，你们那好东西，对啊，好啥呀？这几块钱一斤，这不好，好歹也是，不是这个东西是长在地下的，没农药，啊，没化肥，哎，对头。这玩意儿全是农药化肥，你看吃进去之后，满身都是代谢，代谢不完，你知道吧？毒素以后到老了全堆积了。没有啊，人家胡哥吃的那个，现在就是。现在羡慕嫉妒。我们是腌咸菜，因为这东西没有味道。看看小浪浪在哪？什么味道？还不如在我这衣服里边，从我领子里边蹭出。任何味道没有。嗯。就感觉你吃了一坨东西在嘴里边。